哎呀，上面的桌子都干了呀，而且这个校车费学的他还真倒霉，有钱还垫了俩班子，咱们校长把他退给他。行，那我再跟他聊聊。你找他聊一聊。他费点事，再一个是一火完了以后，就是那个大哥的孩子呢。那形就变了。我倒清醒了。对。至少在国内沈阳啊。